哼，部落的代表，要是没有赞达拉的舰队，我们跟联盟的这场仗就只是找死。 在你面前的是神王拉斯塔哈，瑞赞赋予你力量。联盟的部队朝纳兹米尔进军，他们已经攻破了血门。他们想建立军事要塞来攻打祖达萨。我们的斥候回报说，看到一大批舰队在海岸边集结。 我们一定要夺回领土，摧毁这支舰队。我们的部队很熟悉纳兹米尔的地形，想要打败联盟，就一定要和赞达拉人携手合作。同意，我们要一起出击。塔兰基，你率领援军先行前往血门，我们整顿好就出发。我会召集部落的军队。 这是我们结束这场战争的好机会。传令下去，我们要进行反击，再到血门那里跟我会合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祝你战无不胜，敌人的头骨都会是你的装饰品。 你好，帕库的信徒。帕库会永远抢先监视你的敌人。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，一定要替死去的人报仇。有话快说，一切小心。 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我在听，需要帮忙就回来找我。我誓死保护王室的安全。
侍奉帕库，他是最古老的罗雅之一。这一切都在我的盘算中了。有什么计划？再见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要下命令嘛，爆炸可是越大越好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罗雅守护着你。
那些愚蠢的死灵法师为了进行仪式竟然囚禁食人妖的灵魂，杀掉那群不死生物，我们才能让那些灵魂安息。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。赞达拉屹立不摇。我在听。我们屹立不摇。为了暗毛不足，别被巫毒法术所迷惑。现在没有目标。我在听，你要小心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，希望国王丧我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如果不是要遮住船的话，干嘛弄这些雾出来？这没道理啊，除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待在纳兹米尔。他们骗了我们，现在只有父王在独立守城。
些联盟毒蛇。我们的家园正遭受攻击，立刻回到祖达萨。有话快说，一切小心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赞达拉屹立不摇。